听我讲，多谢你甲阮做饭，请你含老爷来阮遐食饭。歹势啦，我讲唔对去，伊是叫我讲，多谢你甲阮做啥，伊今暗为阮请你来阮遐食饭啦，啊我是来听啥啦，啊我食我身体顿啊。你的衫还袂干啦，你这个是我的衫。是嘞，我先走啦。嘿嘿嘿嘿，阿达你要走倒啦？有啦，恁交代我的话，我拢讲好听。到底在讲啥？我哪不是无听到啦？哎呦啊，这个送给人家的水果，你带出来干什么呢？我说忘记了，阿达你别安坐。咱来几家？哎呦，大高呆的。阿朱姐，怎么你们也来了？你们坐啊，免啦。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就想讲吼，要好你跟那个阿勇啊，两个人吼凑一对啦。想讲因啊要请你来阮遐食饭啦。啥物人知影讲阿勇哦，遐尼啊故意不会说话，是的啦。是啦，啊我们是吼。刚刚说你跟阿勇两个也是很适配的啦，你们如果能够两家变成一家也互相照顾，对吧？对，还有啊，这个是阿勇的心意，你就收下来吧，拿起来给你的。